潛力股就係呢日啦，粵海投資今日走勢靚啦，原因咧就是、突破咗高位啦嚇，一舉突破咗兩個高位。依、這個咧就係10.05突破咗啦，咁啊成交仲唔錯添。保利交通都穿埋，咁有機會咧係反覆咧，就是、再做高啲嚇，就向咧呢個前浪頂嘅目標進發。就大概有10%到的上升空間，所以呢就不是十分吸引的，但是呢要可以等它呢回軟一點先啊，知道10.5是個重要的支持位，等回軟一點點啦啊，先呢就吸咁博呢就衝上去，甚至呢就穿上去啦啊，希望穿不穿到啦，但是初步呢是有力呢就挑戰這個11.5這個位啊，所以呢今天就講呢只啦，就係、是、粵海投資。